陈山聪、陈展鹏呢日为剧集拍摄外景，啱啱明星新手爸爸嘅山聪，笑言自己特别开心，简直冇办法离开仔仔，净系想全日对住佢啊！好感动，好感动嘅，其实系开心嘅，真系好开心。即系嗰一刻第一次见到好神奇，即系好奇妙啊！即系个小生活喺你面前，佢系真系真真正正属于你噶啦。即系嗰一刻感动系永远都好难，好难忘。他還透露 BB 的中文名字還未改好，但英文名字已經改好，叫 Jacko， 是炮哥炮嫂他們兩個幫忙改的。 J 就代表他自己， A 就代表太太 Apple， C 呢就是陳， O 呢他就笑言說是山窿，因為大家都叫他陳山窿，所以他覺得這個名字很有意思。他又坦言應該不會為仔仔辦半月和八日宴，因為兒子還小，抵抗力差，太太不希望讓他見太多人，所以應該一家人吃餐飯就算了。至於二胎，他笑言仔仔啱啱出世，這個問題應該去問陳展鵬。日前有報道指，陳展鵬太太泄密又不小心搶先透露了陳海琳二胎的性別，惹怒了對方。陳展鵬就指，昨天開工那時候太太也有跟他講過這件事，他也有發訊息給我，但我在忙，那我就說最重要是否真的自己沒有做錯，有做錯就一定要認的、啊、那他說不是的，真的沒有，是他問清楚過 Grace 那張照片可以 post 的，而同一時間、其實在那天 baby shower， 他跟我說話都有很多 Grace 的朋友，他自己 IG 裡面已經 post 了那些、IG story 了，只不過就 很多都不是行內人，大家就沒有留意到咯。那 Phoebe 就是行內人咯，那他問清楚，跟住攞曬 hashtag， 跟住就先 post 嗰張相。那我覺得是小事一宗和誤會，大家 都是有些誤會緊張了。那最重要就是、Grace 的第二胎啦，身體健康啦，小朋友和養都順利，和沒有影響他們的朋友之間的關係了。